早晨，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一，文言早晨啊，早晨早晨。今天天气好像是晴时雨咁，系啊，而家咧雷暴警告咧系生效紧噶，预测部分时间都有雷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睇睇详细新闻内容，日本国会今日起将会一连两日审议解禁集体自卫权议题。共同社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明兩日將會在參眾兩院預算委員會說明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條件，以及是如何防止自衛隊行動擴大，尋求議員理解。執政聯盟內的自民及公明兩黨代表亦都將會在會上解釋自衛權的行使範圍有限，釋除公眾疑慮。